玻璃先放好位置。 胶漆掉，看一眼这胶上面接出来，胶上面这上面有没有气泡？如果有气泡的话，就不要用了。然后再把玻璃这边用顶头擦个两遍、三遍，然后放下来。 各位，大家注意一点，苹果它是分有上下两排线路的，中间这里是可以很明显看得到，它中间的线路是有点弯的，中间这一排的线路也有点弯的。你不要这一排的线路掉到这里来，那你坠错了，就这一个插头这里，你不要坠下来这么多，你不要坠下来这么多，你坠下来这么多是错的，你这排线线路你线路虽然说你看起来明显，但实际上它通电的时候是已经电了的。 我们这张对的是这样的，左右两边对的差不多，中间这里也刚好也是个卡口，最好之后用棉签按一下，两头轻轻的点一下，好，就回家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上面跟下面它是有区别的，中间位置它是没有，应该是就看不到线路的。 这里跟这里，你不要这里加到这里来，直接管路了。第一台就掉到这里来，直接管路了。